冰岛美综合报道 LULU 在演艺圈受到许多综艺大哥提携，但只在脸书夸赞黄子佼的好，还称对方是师傅，这看在吴宗宪眼里相当吃味。据说 LULU 忘恩负义， Kid 近日在小明星大跟班爆料，某次亲眼看见吴宗宪走心，只因露露发文大赞黄子佼，还彬彬把师傅挂在嘴边，让吴宗宪心寒地说，平常我对他这么好，他整天讲小哥是师傅。